欸，我有，等下我也没贴啊。哈哈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那我先把铁都挖掉哦。好，哎呦，有铁了，有铁的感动。终于有铁了，果然矿洞一直有对，怪的声我音，们好渴。真的只能探矿了，舍不真得的。挖石头，石头好珍贵，不能伤害它。天哪！我哎，这留里一面好百多。格扣打。我现在是一一一。55，我现在106，我应该是最快的那个了。你要一直就有是窟窿你的要么就现在钉。发光啊，会比较好。哦，你就不要晚一点，大家装备都起来的时候是。会不会发光就有一队在我们旁边？这样有点可怕。所以就是叫有人在你旁边啊，然后你手上拿岩浆桶，他敢冲过来，他就是你就干上掉面好他。像还有洞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最上等一下，面。等一下，怎有么了？怎岩么了？浆别紧啦！张，我知道，我有看洞，别紧张。那你还挖？我没有挖，我在等你。我有等。我等下哎捞呦，岩中浆计时烫，哎、欸，就按你啦，已经计时，就按你，台语不好，拍谁拍谁。就哦欸，其实我们上面还有洞，跟着我念一遍，就还有哦这个路是你铺的吗？这路真的不？游泳，你们在游泳啊？没有啊。欸。我有，我在游水。好。卖搞人吓惊，安德，安德，是你的，是我的。擅长交播，你要接什么？等一下，你想要接什么啦？等一好下想啦，接，安德啦，是安德，是安德。什么看到安德是接这个，超诡异！哎、欸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啊，怕！繁星还在，没发挖了现。七个铁，很开心。我刚没有刚啊，就新人不是已经是死？哎、欸，没有，不是，看错了。想去问你。都还活着吧？对，都还活。你们一直跑，看到那儿跑啊！有铁桶了，要不要捞水？要不要捞水？先看你们要先捞岩浆还是先捞水啊？水吧，岩浆蛮好水遇到吧。的啊。OK，反正有那个岩浆坑嘛。对啊。继续挖这个可爱的花岗岩。我先做一把铁镐好了。挖那个金子，那、啊、你们要种树吗？可是最上面还有洞窟哎、欸，我真的怕上面掉怪下来。要种树的话，你还要挖开啊、哦、天哪，麻烦，好烦啊！你要破坏大自然呢。没有问题吗？而且你知道我们其实刚刚就一直在破坏大自然吗？所以你知呀，才会被惩罚。道？哦，等一下，你知道200格吗？哇靠，这个好危险，是陷阱吧？怎样？我头地上方都什么？是砾石。好可 那怕，个是很可怕的东西啊！对啊。很可怕。我比较怕上面的洞窟会掉怪下来。哎、欸，杜鱼，小心小哎心！呀，哎哎哎，你怎么还在受伤不啊？是不是，我被是。杜鱼打到掉下去。哇，你扣好多！对啊，扣好多，可以。哎、欸，这挖金耶，这臭肚鱼，气死我！位置太小，我还是挖金就好，不要去破坏方块好了。这肚鱼掉下来，走，我先去烧金。我已经很小心了，我刚刚还以为我要掉到岩浆里了，你知道吗？吓死！摔下来，哎、欸，我有八个哎、欸，你们有苹果吗？有八个金。没有14棵树苗，有的只是满满的树苗啊！刚刚挖了一堆树，就我们出去绕一圈回来，地上都是树苗，没苹果。这个是什么运气啊？我们今天运气好差哦！天哪，会不会哲平走过去的时候把苹果吸走了？哎，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有可能哦，用还全我们屏的问，苹用果全啦！屏问他，你有看到我你们的身苹上果有吗？没有苹果？你有看到我们的苹果吗？有看到我们遗失的苹果吗？别吃喽！我，好，我还是想把那弄个，哎，谁刚给我肉了那么好？哎、欸，10分钟蹲哦，要蹲哦，了，要蹲哦！蹲了，我们附近没明条哦，应该都蹲着吧？对，我是觉得这附近应该会有，
让我挖到点什么吧。对啊，不然影片不好看、欸，就只能直接中间剪断到打架画面了，直接全部剪掉成打架画面，只有一分钟。对啊，哇，我是不是蛮常跟你同队打演员？有吗？好像有吗？没有吗？好像也才两次还。原来这样不够多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你刚没有拿到经验值。没有啊，我怎么现在拿到了？哎、欸，凡心，你刚刚拿到经验值吗 ？No， 我刚刚听到超。你刚刚的刚刚是多刚刚？十秒前大概。没有吧？哎、欸，可是我刚刚在这边，然后听到经验值获得经验值的声音。好，我吃东西、欸、打嗝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吃饱了，吃饱了。现在有点动静，都要跟那个队友讲，有没有？嗯，很害怕。我等一下打嗝喽、欸，我等一下打嗝喽。青金石，青金石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要走路了，我要走路了。哎、欸，我真怕有人，你要可。哎、欸，我拿青金石，不是，我拿经验哦。好了吧，我也要拿了，我要拿了。太霸气了，这个。Over， 这样子，讲完话到 Over 一下。好，现在是军旅生活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烧起来的蝙蝠差点碰到我。不会怎样，他不会怎样。会吓到会、突然一个烧起来的东西往你冲哎、欸，呀西！不会啊，那个谁，立方往我这边冲，我还往他那边冲哎，真的假的啦？对啊，我以为是要干嘛，就往他那边冲过去，结果那之后我就死掉。你怎么那么奇葩？我还说哎、欸、，hello， 就往他那边冲，然后扑到我身上，我能说什么？你是正常玩家吗？我是正常玩家。你这一点都不正常啊！哪有人会往那个恐哪里不会啊？而且他在那边，我还往他的方向冲了五次，才发现说后面的可以走。我以为是他很帅气，趁他消失的时候，然后冲过去之类的。我觉得他怪怪的。我错了。我觉得他真的怪怪的。哎呦，我要做打火机咯，我有铁哦，有碎石咯。我没有讲话、啊，我没有讲话哦。好，也没有，是啊，做个钓竿，因为没有食物。哎、欸，凡心，你蹲一下好不好？蹲哦，对，那是你。好好，哦、不要吓我。我吓你干嘛？你不要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明条没有颜色啊？还是看队友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远。哦，想说是谁？而且你怎么走到那个地方？你那个位置好怪哦。哦，我不正常人嘛，你很奇怪。我在挖铁、欸，你看，等下看到我就吓一跳，跟你讲，不开玩笑。全副武装的回来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要带金回来。哎、欸，你挖金了没？上面的金。挖啦。哦，好。你有拿经验值哈 ？OK。对对对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应该要现在去地表，现在可以，现在白天。有僵尸呻吟声。有啊，一直都有啊。我去地表，很近很近。你要去地表？我要跟你去，我要跟你去。我要打苹果是不是？我也要去打苹果，然后捞水。啊！你们走了吗？集体，我在路上了。你们在走楼梯了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我看到看到，走走走。可是我现在没有饱食度，不是满的，有点饿。我路上丢一个烤鸡给你。我等下给你。我要捡人家丢的烤鸡来吃，我好可怜。人家丢掉的烤鸡是我的食物啦！加油加油！跳跳，找水喽！你们走好快哦！没人，哥哥姐姐们等等嘛！小姐姐，小姐姐，小姐姐姐姐，去海边砍鱼就好了、啊。你饿的话，你们什么都有铁装了。我就说，等一下你是不是要吓到啊？我是警告过。我吓到了，有水了，很开心，有水了。有水喝了，只有我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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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里红队红队红队团团，红队有新人，红队有新人，有滴血，好痛，有了有了，还有苹果甘蔗，有没有甘蔗？有铁有铁，快走，熊猫哎，附魔弓哎。熊猫，你居然没甘蔗！可恶，耐久一，我剩4滴耶，好痛哦！
你被砍那么痛？我刚刚被砍一下超痛哎、欸！刚忘记切刀子。因为没有，因为我身上没有装、啊。我说我啦，我忘记切刀子、欸。这给你，这给你。我刚刚吸到他的帽子。有，我也吸到他的装备。他全套铁装啊，你就可以穿上去啦。哎、欸，少一件衣服哎、欸。不在我这。在我身上。哦、oh, ，我穿着。哦，你穿上去了。苹果了。给你，他身上的遗物。遗物。哦哦。哎，真多。哎。结果他没有甘蔗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圆这些给你。有一个苹果可以做那个，哎、欸，它有两条线哎，可以做那个钓竿了。哎、欸，我没有拿工作台上来，我在那、欸、现场挖，你会怕没工作台？我们好悠哉哦、喔，我们就这样在地表这样子弄东西耶。赌啊！赌啊！赌啊！学屁学屁学！赌啊！有这么好玩吗？这句话为什么每次我念一次，大家都要学一次？超诡异的，夸张，夸张，我很懒受，超夸张。你为什么一直要吐？因为有点饱，有点饱，包包饱了，身体不舒服，身体不舒服。做个金苹果，现在谁缺血？谁缺血？繁星缺血，繁星快吃！哎、欸，繁星你怎么那么？快怎样？不是，繁星你血糖怎么这么低啊？我血，所以我才要吃甜的东西啊。喜欢吃香晶晶苹果，你们要不要走这边啊？这种感觉，或者是香晶晶苹果，香晶晶苹果就低耶，就低。啊，我可以做。哎、欸，泱泱缺什么装？衣服，我缺衣服而已。我这里有吸到铁，我帮你做个。我没有穿衣服耶、yeah! ，我是瀑布。要不要捞个水桶啊？被烧可以倒。给你，你知道我的水桶没什么用，都会忘记用吗？放在快捷栏。而且永远都移不到那一格，然后大家说啊，你用那个数字啊，啊哪一个数字？我忘记我刚放哪了，完了，好容易饿哦。你我还有吃的，我还有吃的。有那个啊，哎、欸，这有个苹果，哦，很棒很棒。我们是不是还有金？我们有吗？我们没有，丢到你身上了。刚刚只有一颗，只有一个金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不是八个金，只有一个金，你可以做金苹果，嗯。八个金，八个金，你们是不是偷偷开奇怪的东西？哎、欸，谁给我烤羊肉？很难吃，可是我吃。我，或者吧，我也不喜欢吃羊肉。我不喜欢吃羊肉。我也是。为什么？所以我才丢给你，就跟香菜一样。香菜也很好吃啊。你是人类吗？很恶心。对啊。是人类吗？我跟队友有分歧了。完了，说打架了。对，我要打起来，要打一下，谁赢了，谁赢了，谁那个就难吃。这集标题就写说香菜到底好不好吃？一定不好吃。你觉得好吃啊？不好吃。聊天室，赶快。那蓝线是什么？蓝线就是那个生物的视线，欸、会是蓝线的位置。我们身上有两个苹果，谁要负责那个啊？那个弓啊？我可以给你见识，这里有耐久力耶。我也可以给你见识。你要不要负责攻？你说我吗？对啊，给你羽毛，给你羽毛，给你见识，绿色的、哦，给你蜘蛛眼吃，绿色的，给你皮革，乱丢，不要太凶我，我要离开。笑笑笑笑笑，不哭不哭，去远方看看还有没有人。有没有？那我们是需要甘蔗啊，我们还缺甘蔗呢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怎么团会没关蔗？哎、啊欸，你怎么经过人家还不砍人家、欸？人家在看着你，等你砍他、欸。有，乖。不是、欸，天要黑了，天要黑了。刚看到，赶快回去吧，赶快回去吧，没人了，没人了。先回去好了。哎，全部死在外面就好笑。现在是被怪打死的。对。我们家在哪？我是路痴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转，左转。左边，左边。有看到那只羊？前方那只羊，右转，右转，右转。好，这里，这里，这条洞，这条洞，这条洞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苹果，苹果，等一下，我需要苹果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，你们记得封口哦。好，封口费。杀人灭口是不是啦？走走走，我封，走走走。对啊，香菜不是应该出现，是不应该出现在世上的东西。对啊，你在讲什么？哎、欸，有骨头跟那个
那个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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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萝卜哎，你们要繁殖一下哦，原来是做这个，不错不错，魔力，那我繁殖一下萝卜好了，繁殖，繁殖好像怪怪的，哎到了，那我来，哎这个地方那个萝卜长得出来吗？可以啊，你附近有火把就好了，有火把哦 ，OK， 那我怎么叫有火把哦？你刚刚不是说火把吗？你有火把